大家年初二，中午好，我祝大家富贵安康。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新年里不会缺少的其中一种，扑克牌。OK，扑克牌一般上，是你看一共是52张，52张哦。其实扑克牌里面哈，我们除了可以拿来赌博以外呢，还可以拿来占卜啊等等。因为其实扑克牌呢，它里面哈，它有那些时间性的意思的，它时间性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今天稍微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哦。OK，你看我们扑克牌哈，其实好像它有红跟黑啊。红跟黑呢，其实是代表白天和黑夜。OK，然后它有四种花吗？扑克牌有四种花。那这个是，那它有四种花吗？它有那个黑桃啊、红心啊、方块啊，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梅花什么花？它有四种花，然后它四种花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四季，它代表春夏秋冬哦。然后你看呢？它是从一到十了，然后它有 JQK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全部是13张哦，13张乘以四种花嘛，所以它是52张。52张的意思呢，就是代表一年里面呢有52个星期。OK，然后你看它的点数啦，它的点数哈，我们从一加二加三，直到 JQK，J 是11，Q 是12，K 是13呐，加掉13呢，它全部呢是等于91点，然后91点呢哈，它乘四种花嘛。所以就拿到364哦，然后以前他们真正传统的那种扑克牌呢是有2张 Joker 的，它有2张 Joker，它1张 Joker 呢加一就是等于365天哦，然后另外一种 Joker 呢它加起来呢，它就等于366天。就是好像4年1次嘛，我们有4年1次的那个2月的时候是有29号嘛，闰年呐，他们叫做闰年呐，那种叫什么闰年，所以你看哦，它单单那一副扑克牌里面呐，它就有代表着这些时间性的东西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说2张 Joker 哈，它还有代表是太阳跟月亮哦，太阳跟月亮。然后接下去呢，你看哈，一种的花它有 JQK 嘛，所以等于3张嘛，3张乘四等于12，这个 JQK 啊，12，所以它代表这12个月一年里面。这样子哦，然后你看哈，一到 JQK 啦，13张啊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一年里面呢，一个季节是13个星期，所以你看它13乘以4也是等于52个星期，
所以你看到、哦、真正的他扑克牌为什么他可以拿来做占卜、哦、或者是拿来可以拿来做东算东西、哦、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这些时间性的资讯在里面，就这样子哦。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啊，如果我讲错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啦、啊、然后就祝大家事事顺利啦哈，身强体健。